到底什么是寸劲？来，解开传说。咏春寸劲是一种独特的短距离发力方式，寸意为短，短至一寸。我们通常所说的寸劲，是寸劲作用于拳的形式，所以寸劲还可以作用于掌、胯、肘、肩，甚至脚。这绝不仅仅是依靠肌肉的爆发力，更是长期装马气息、关节与骨架的积累。 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寸劲的距离缩短到一个手掌的厚度。